已经种了多长时间的土豆？不知道，反正种了一段时间的土豆，把土豆，一个土豆切成四片是吧？你忘了？不知道，这是糊涂的老公。然后呢，现在终于有一点希望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哈哈，希望我们种了半天，这里边有土豆。哎呦，怎么还掉里边去了？怎么长的？是吗？这个是用专门种土豆的。然后呢，开始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就开始就有事儿了。然后就有这么多的叶子。哈然后呢，种啊种啊种，然后就有开花，就像那个李子柒里边的那个那样。哈现在把叶子剪了，它开始都是往上长的，然后不过后来就往下塌了。哦，原来你要打算这样弄啊。我以为你要一点一点扒呢，然后后来呢，叶子就塌了，塌了我们就觉着土豆应该好了。塌了，呀呀，你帮忙吧。哇，这个蛮费土的。哇哇，怎么了？看见没？哇，有土豆。没白干。呜、哦、啊 ！Be careful. OK. 呀，白干了。脏。里面确实有土豆，没有白种，就感觉会有，但是有多少就不知道。没有。还是没有。结果就两个，咱们看到的那两个，还是没有。不会真的是咱们刚才看的就那两个吧？不会这么惨吧？事实证明。事实证明，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。所以说农家活不容易哈。哎呀，这土太硬了。嗯。不、哦。哎呀，悠着点儿啊！我说。干了。嗯。白洗澡被你给害了，早知道真不应该先洗。 Come on， 土豆呢？就那两个、啊、结果刚才发现那俩也没了。要不你先把刚才那两个拿出来，有点心理安慰。哎呦去，完了，我们扼杀了一个土豆的种子，啊，这个是种子吗？不是种子，是小土豆。小土豆还没长呢，你哎呀，这还有小土豆。Oh no！ 哎哎，有戏哦。正常点说话啊，小土豆看。哎呀，还没长出来呢。所以说话。啊、摘土豆不能着急。对，看来咱们谁没事总要摘摘摘摘摘摘。嗯，你呀、啊，是好啊。嗯。不过哇，咔嚓，看，这也没连到哪儿啊，好小。一个，两个，哇，这么多。应该再等等。应该是确实应该再等等，
还在长。因为叶子已经塌了，所以咱们以为还是这土豆可以做咸菜，是吧？嗯，腌小土豆。嗯，这个算是，哎，这个算是最大的了。Decent size。Decent size。这个这么大的，在超市里就是 wonky 的。咱们的土豆长得都很圆，你知道为啥不？没给人家机会让人家长残了。没给他机会让他长大呢都。对。都是小土豆。对。不过咱们是第一次种，所以种成这样已经是奇迹了。虽然你已经看了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视频。没有，无师自通，无师自通。不要说这说串了你。我说是属于无师自通啊。好厉害。哎呀，这皮儿都掉了。哇，你这个轻一点嘛。不会就没了吧？就这。给他点时间，我估计能长得更多。对，我觉得这些都是还可以长的呢，是吧？这小土豆都可以再长。嗯，没了。OK， 结束。哎，呜，烂了。看还有烂的呀？那可能是不是水浇多了呀？不是。哎，不是水浇多了。嗯。这个就是原来的土豆吧？会吗？不会，你瞎掰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太小了，太小了，再给他点时间就好。没关系，咱们还有两筐。此处应该有那个什么，应该有掌声。好，没了，就到这里吧。总之第一次种有些收获还是不错的。